不能用啊。七，不准接头，注意不能消极搂抱，注意听口令。蹦迪世界中外队观赛第一场比赛，男子六十公斤已经较量，为我们担任场外解说的是河南省男大队领队何小波先生。何领队你好。你好，陈东。啊，今天的比赛说实话啊，这个让我们真的心存很大悬念啊。对。这是第一场比赛，真的跟泰国选手对阵啊，这每一秒钟都不能够大意。对。比赛分四局进行，每局是两分钟。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对，这个头部的防护一定要注意。对。大家都打得很谨慎啊！是的，而且我们那个中方代表队选手啊，漂亮的正蹬腿啊，这是自己倒的啊，自己倒的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您看到的是第四届中泰对抗赛的比赛现场。今天晚上第一场的比赛，男子六十公斤级的对决已经开始。红方来自江苏的黄刚，对阵蓝方来自泰国的。艾莫朗，黄刚不错，这是刚才的一气高天腿，对，把头护好，哎，你看刚才这个非常危险啊，对，这泰国选手的腿法呀，真的是非常的犀利啊，力量非常足，这从各个角度可以出来。现在黄刚现在在运用拳法，在这个步步紧逼艾莫朗。小将冯刚呢，上场以后打得非常的漂亮。哎，好，第一次，这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接腿摔。冯刚不能大意啊，这场比赛。中泰对抗的第一场的比赛，第二局已经开始。第一场比赛冯刚还是挺占优势的，好。哎，今天小将冯刚呢打得非常的灵活。冯刚挺敢打的，上下结合打得非常好。对，一定要注意好头部的防护。对啊，防着对方的膝。是啊，泰方选手这个膝啊还是膝不能长疼啊。对，一定不要近身，不要这个，他现在在强拔啊。对，今天晚上呢，他的规则呢是打满四局。对，所以体力的分配呢非常的关键。刚才通过出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泰方选手呢戴的是一个蓝色的头箍，那么泰拳呢也分段位，那么通过颜色来看呢，这位选手呢应该是一位六段的选手。六段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？大概泰拳呢总共分为十段。十段啊。对，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啊，身经百战的这样的一个选手。冯刚的特点呢是体能超好，但是缺点就是防守不能太大。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担心啊，冯刚的防守千万不能出现漏洞。对，把自己的头部一定要护好。是，你的防御一定要加固。是，你看一定还是避免和泰国选手缠抱。对，泰国选手真正泰拳打法缠抱是非常多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适合在这缠抱过程当中出肘啊、出膝啊，对对。所以好，艾姆拉奥一个这个上勾拳啊，打得不错。所以啊，要把中国散打的这种灵活多变、对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一定要发挥出来。好，时间到。目前前两局这个双方的这个比分来讲相差不多。对对。三局的比赛，对，开场就是一个直线的腿法，对，冯刚这种打法，对，不要跟对方近身，对，要把距离一定要保持好，对，然后护好头部。好，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，从下周六开始，武林风的直播时间啊，前手的刺拳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武林风的直播时间将改为每周六的晚上21:10。也就是在现在基础上后延一个小时。后两局呢对冯刚的体能呢也是一个考验。
非常好看的一个摔法啊，不错，好，后手直拳，对，冯刚的这个进攻啊，不错，又是一个接腿，不错，冯刚进攻的这个准确性应该在需要加强，接腿勾踢一气呵成，对，冯刚不要近身，这个近身是很吃亏，要走了，这体能啊，现在出现这个极点了，对，对，不能俯卧撑啊。目前看呢，冯刚的体能还是不错的。对。啊、哦，双方先后倒地，先后倒地不得分。嘿。好，不错。艾马拉奥呢，面对冯刚的这种灵活多变的打法呢，显得有些吃力。对。防上了，防不住下。对，冯刚应该打防下呢就没有了上，是，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冯刚呢表现还是非常的好。可以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可以从那个画面上看啊，冯刚的这个左腿的大腿外侧，你看看，对，已经红肿了啊、对，泰国选手的腿非常重，由此可见运动员的比拼啊非常顽强。是的，看，哎，进入倒计时，你看。那么腿踢呢，在泰语中呢叫做敌，腿踢、肘击和膝击是泰拳的重要的进攻的手段。那么，通过目前看呢，泰拳在脚踢这一方面呢，我现在看好像是这个冯刚的整体的冯刚的嘴，冯刚的嘴啊，我们看到、啊、嘴受伤了，开始。泰国选手就挺硬的啊，对对，非常的硬，硬非常足，所以说冯刚在最后一定要把自己的防御加好，加固好，继续利用咱们中国散打的那种灵活多变，快速移动，把自己的技战术打出来，还有50秒，对，冯刚一定要保持住现在这场比赛，保持现在这种状态，这种势还是有获胜的可能。比赛呢、已经进入了盘点阶段，35秒，对，防守做好，后手拳，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，截止目前双方的比分紧紧相扣，拿好头部，把拳一定要拿好，进入倒计时，好，第一场比赛即将结束，一号裁判35比33，二号裁判36比29，三号裁判36比31，比赛结果，红方胜，红方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